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绝对值的部分哦。那这个没有很难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节奏会稍微的轻快一点。我希望可以这个轻轻快快就把它讲完之类的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开始。OK，答案没有载下，等一下哦，有点问题。啊，算了，就先上吧。来，这个我们就今天就直接来上这个绝对值跟数限的地方。这个上一次我们上哪边？我们上到这个绝对值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这个交集跟联集的关系哦。这个上一次有讲过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讲到哪边？就是我们讲到怎么样去去绝对值。先讲这个结论哦，如果 x 哦，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，如果这个 x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k 的时候，把绝对值脱掉，这时候 x 介于 k 到什么之间，到负 k 的中间，对不对？上次有讲过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绝对值 x 怎么样，大于等于 k 的时候，这时候脱掉绝对值。正的时候比正的大，负的时候比哦好哦，这个是这样去拖的，还记得吗？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。绝对值有一些几何的特征，可以来讨论哦。这个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绝对值 a 减 b 代表 a 跟 b 的距离，那 x 加一记得要把它改成减哦，这叫做 x 到负一的距离。那我们这时候有三种方法来解这个，我们有两种角度去看这个绝对值的不等式的解法。第一个是用代数。首先，如果 x 减二的绝对值等于三，那么很清楚的知道，x 减二难，那把绝对值脱掉，我们的 x 怎么样？就等于几？二加或减三，一个是五，一个是负，还可以哈。OK 哈，好。那如果小于等于的，记得怎么解吗？如果小于等于的，我们如果解绝对值的时候，脱绝对值，我们会发现。x 减二介于三到负三的中间，对，那除下二，这时候 x 就介于到负一的中间，小于在中间，那大于在两边，哎，如果 x 减二大于等于三，脱绝对值的时候，哎，要么比正三大，或者是比负三小，那再全部再加二，x 大于等于。或者是 x 小于等于负一，这还好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是几何观点哦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绝对值看成距离的关系。首先，这个 x 减2的绝对值等于3，我们可以看成 x 跟2的距离等于3。所以呢，在一条竖线上哦，以2为边界，这时候往右走3叫做5。往左走3叫做几？负一。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5跟负一，这是第一种情形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如果是 x 减小于等于3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代表 x 跟2的距离是不是要比3小？x 与2的距离比3小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在画竖线的时候就很明显，来，这里的边界是二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时候往右走三叫做五，一个边界是五；往左走三，一个边界是负一。那我们的距离要比三小，是不是代表说，在这个两个边界开始看，我们是要在这边界的里面？这时候在里面的点，我随便取个点，像这里，跟二的距离是不是才会比这个三来得小？可以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的位置，我们的范围就在这个两个的中间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解出来哦，右边最大的边界是五，左边是负一，哦，最后我们会写成 x 介于五到负一的中间 第三个是 x 减二的绝对值大于等于三，这时候代表 x 与二的距离要比三大，所以呢，哦，一样哦，我们画一条竖线去观察边界的时候，来，二在这里，往右走三，这里的边界是五。往左走三，这边边界是负一。哦，好，那这两段距离为三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的位置跟二的距离要比三大，要比三大，要比三大，要比三大。所以你从这个比较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大于等于三，右边的点是不是要比五大？这时候五跟二的距离，五跟二的距离是三。如果在五的右边跟二的距离，这个距离就比下面这个三来的大哦。那左边是一样的，到负一的时候正好是负一哦，到负一的距离正好是三。可是如果在负一的左边跟二的距离就会比这个三来的大，所以画图的时候比正的大，比负的小哦，这是第二个边界哦。所以得到的结果是 x 大于等于5。或者是 x 小于等于负一哦，这应该都 OK，这样可以哦。好，这边我会讲的稍微轻快一点哦。再来第三个哦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心得。你观察这两个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中点是不是正好左右对称的中心？那我们五到负一的一半，是不是就是中间的距离？看到吗？五到二的中间是不是就是距离？可以吗？对，举个例子哦，那这个心得有什么用？这个心得可以用来逆推我们的图。什么叫逆推？用下面这两个例子给你看。来，看好，如果 x 介于二分之负到2/17的中间。那你要写成绝对值的式子怎么看？来，二分之负五跟17的中点是几？负以二 等于三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那中间是三，那三跟二分之十七的距离是多少？三是二分之六，二。
二分之七，距离是二分之十，左边是也是二分之十一。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的 x 会有什么特征？如果你要在这里面，我们会发现这时候 x 跟三的距离要小于等于这个边界的一半，二分之十，可以吗？你看右边的点 x 跟三的距离是会比下面这一段二分之十一来的小，在左边也是一样，你看 x 跟三的距离会比这个二分之十一来的小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候就这个画图的结果写回绝对值 x 跟三的距离要小于或等于二分之十一。那为什么会有等号？是因为两个边界都有等号，所以你这个边界可以相等。那左边怎么画呢？左边比较简单画一点，来，他说 x 比7大，比负一小。那7跟负一的中点是几？7加负一除以2，一样是3。那你会发现3跟7的距离是4，这边也是4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哦，在左右两侧的 x 是跟3的距离比，就要比4来的大。我们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绝对值的 x 减3大于4。那为什么没有等号？因为边界不能相等，像这个样，OK 吗？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逆推。哦，所以你如果画图的话，就可以很快速的把绝对值的式子逆推回，怎么样？逆推回去，那可以吗？好，到这里可以哦。到这里可以的话，那我们继续往下写，继续往下写。我们看一下范例一，范例一的话会考哦，但没有很。我们就讲第一小题就好了。他说，已知 A、B、C 是整数啊，同学整数记得，看到整数心中就想，我们可能要去做什么事情，要去凑答案，要去凑答案。那题目告诉我们，五倍的 A 加一是 B 加二，再加上绝对值的 C 减一等于四。那这时候 A、B、C 有几组解了哦。那第一小题我们可以看到由系数的关系，五个绝对值 a 加一加三个绝对值 b 加二，再加 c 减一等于四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a 加一一定要是零，为什么？这第一小题的想法哦，因为你去看了，如果绝对值 a 加一是等于一的话，这个现象，绝对值 a 加一等于一，这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的式子变成五倍的一加三倍的绝对值 b 加二，加上 c 减一的绝对值四。那你很明显的会发现什么事情？把这个五移过去的话，这时候我们会得到三倍的绝对值 b 加二，加上绝对值 c 减一等于负一和。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如果这个系数，这个 a 加一前面的系数超过了等号右边的整数的话，那在整数的条件之下就不会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好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知道其中一项是零，往下写。所以呢，这个 a 加一的绝对值是零，那这个时候原式就剩下了五个零加三倍的绝对值 b 加二，再加上绝对值的 c 减一等于四。去找答案怎么找？其实也很简单，你 b 加二跟 c 减一都是整数，所以我们用凑的去把答案凑出来就好了。凑答案的时候不要凑的这么快，你先去想这个 b 加二跟 c 减一的绝对值分别可以是多少。再往下去讨论，来，那这个时候绝对值的 b 加二可以是零，那这时候 c 减一就等于四。好，如果绝对值的 b
要等于一，绝对值是表示一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可以哦。那再来往内解就好了。这时候绝对值 b 加二等于零，代表 b 是负二。同学，负二加二才会是零，对不对？有绝对值的话，那这个时候 c 减一的绝对值是四，那可以是几？正的几减一是四，正的是不是五？对不对？五减一的绝对值是四哦，所以这个 c 可以是五，但是 c 有没有另外的答案？有，负的，负三减一也是四哦，因为加了绝对值，所以 c 可以是五跟负三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如果 b 加二的绝对值等于一，那 b 可以是几 ？b 加二可以是正负一，所以 b 是不是可以凑出答案负一跟负三？同学，这都是我计算过的哦。好，那这时候如果 c 减一的绝对值等于一 ，c 可以是几？二还有零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一些式子可以去做一个一个的配对，全部有几组？来看哦。B 可以是负二 ，C 是五，负二、负三、负一二、负一零、负三二，所以你会发现总共有几组 ？A 只有一个答案 ，A 等于负一。所以 A、B、C 有几组解呢？一乘上一乘以二，还有一乘以二乘以二，总共有六组解。一乘以一乘以二是 a 等于负一。这时候如果 b 等于负二，那 c 是可以有两个答案 ，c 是五还有负三。那第二个是 a 等于负一的时候 ，b 可以是负一负三，那 c 可以是这个二零。哦，所以在配对之下，一乘一乘以二。加一乘二乘二有六组解，哦，总共有六个。好，这有问题吗？这个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我这就慢慢算。这样可以哦。看一下联系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往下一组看。再来，我们要来开始解绝对值，包含绝对值的式子。第一个叫绝对值的方程式。同学，绝对值的方程式的时候，来，你要解，你要解什么东西？同学，你要解的是里面的 x， 要么是解 x 的值，要么是解 x 的范围，懂我意思吗？要么是 x 的值，要么是 x 的范围。那我们要解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三等于六，求 x。求 x 的话有两种想法，第一种基础解法就是我们想办法去拖绝对值，分段讨论。怎么分段呢？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三。令这两个等于零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数线上应该可以把它分成三段，哪三段 ？x 加一等于零，一个是负一 ；x 减三等于零，一个是三。这三段为什么要这样分？因为如果零的左右边是有可能是正的或负的，绝对值就有可能会改变变化。这 OK 吗？好，开始咯。这时候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叫做当 x 大于等于3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前提。那在 x 等于大于等于3的前提之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 x 比3大，这时候 x 减3是正， x 加1是不是也是正？既然是正的，那我们拖绝对值的时候就不用变号了，再把它拆开来算就行，可以吗？
因为这两个都是正。我们知道绝对值一定要是正数，所以如果 x 比3大，加1跟减3都是正，所以外面不用再变号，可以吗？哦，那脱绝对值变成 2x 减2等于6。x 等于4，对，你 x 等于4有没有满足 x 大于等于3的前提？有，所以它是合的，这是第一组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再来第二组，如果 x 比3大，但是比负一，不是，比3小比负一大，同学，你去思考一件事情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x 加1。你看哦，把负一移过来 ，x 加一就大于零，所以 x 加一还是正。但是你看哦 ，x 小于三，把三移过来 ，x 减三就小于零，所以 x 减三这里是负的。那如果是负的怎么办？同学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前面要怎么样把它变号，加一个负号，这时候负负才会是正值，我们要的原本是正数。听懂吗？好，那继续等，那把这式拆开来，叫做 x 加一减 x 加三等于六。哇哦，算出来好棒棒，得到四等于六。同学，四是不是六？不合，无解哦，代表 x 介于负一到三是没有解，可以吗？好，那第三个，如果 x 小于一呢？同学 ，x 如果比一小，这时候移过来 ，x 加一是负，哦，小于负一，对不起哦。来，同学看啊 ，x 小于负一代表 x 加一是不是小于零？所以 x 加一是负，哦，那这个 x 减三也是负的。那同学，既然这两个都是负值，那代表什么事情？这两个前面是都要外加一个负号。变号才行。那变号完以后，他继续去解就好了。来，拆开来叫做负二 x 加减一再加三加二等于六，算出来 x 等于负二。同学，当 x 等于负二，它有没有小于负一？有，所以它也是合的答案。可以吗？那这时候我们整条数线都要讨论到，代表这三个范围我们都要。同学，三个条件都要，叫取什么集？叫取连集嘛，上一次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哦，叫做取连集。所以最后一跟二跟三取连集，代表三个条件都要。最后我们的答案 x 可以是4或者是负2，当 x 比3大4，当 x 可以是负2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分段法，可以哦。我再载一下，我刚刚那个载东西有点问题。好，那再来。这 OK 哦，好，继续往下看这个式子，你们喜欢了吗？还没，等你们一下哦，这个蛮重要的基本动作，你们中秋节有出去玩吗？你有出去玩吗？没有，就烤肉，你们家烤肉，啊，好烤肉，哎呀。我那一天有去那个山上，好可怕哈！你有去看沙丘就好看吗？还不错，我觉得沙丘的那个画面不错。同学，顺带提，想看小说的话，我要买整套沙丘的小说。当然第一集我现在在看，我快看完了，我看完了再给你们看哦。这个沙丘我这边有整套，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看。我那边有一些奇怪的书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这个没有啦，有穿衣服哦。等没有穿衣服，下课再跟我讨论。好，来，
同学，这个代数的讲完，接下来第二个重要是几何的做法。什么时候可以用几何？基本上你看到绝对值都可以用几何去想。可是呢，哦，通常不希望太复杂。所以如果前面的系数都是一，而且这个 x 是干净，没有加减，就只有加。哦，那我们可以用几何去想。哦，来，他说。这句话是可以翻译成什么？绝对值代表距离，所以 xi 加 x 我们可以看成 x 减掉负一加上 x 减三的绝对值是六 ，x 到负一的距离。再加上 x 到三的距离。和是六，这一句话是不是可以想成这件事情？xi 是 x 减负一，那你要记得，我们在用距离的想法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减，距离是用两相减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画竖线。来，这里有一条竖线哦，来，两个边界，一个叫做三，一个是负一。那首先，我们先从中间开始讨论。中间会不会有解？这时候如果 x 在中间的时候 ，x 到负一的距离加上 x 到三的距离，是不是只会是四而已？所以四不等于六，所以中间是没有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右侧。如果我右边有一个 x 点，这时候 x 到三的距离叫做 l， 那 x 到负一的距离就叫 l 加几？同学？L 加整段的4，所以这上面这段叫 L 加4。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在右边的时候 ，2L 加4两段的距离和要等于6，所以算出来 2L 等于 2L 等于 x， 是不是可以算出来？这个 x 就等于3加1等于 4， 所以右边的第一个解答是4。可以吗？那右边有点，左边有没有点？左边也有可能会有。来，假设我们 x 在左边的时候 ，x 到负一的距离这条是 l， 那 x 到三的距离呢？这一条就是 l 加几 ，l 加四，一样哦 ，l 加四，所以一样，2l 加四等于六，移过去 ，2l 等于二。L 是一，那我们的 x 就等于几 ？x 就等于负一，再往左走一就到负二。可以吗？所以同学，你会发现在右侧跟左侧是不是有两个解？一个就是我们的四，一个就是我们的负二，哦，利用竖线来看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四负二就跟我们上面的答案是不是一样？这个四负二就跟我们上面的答案一样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哦，好，就轻轻松松的算准。我跑去那个监视。我在那个休假那天，礼拜一跑去监视，看监视超塞车的，我没有看到监视这么塞。司马库斯前面有个地方叫鱼佬，真的是很要命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路超小，然后我们家的车在那边塞了3个小时，在司马库斯那边塞了3个小时。重点是司马库斯那边是山，你知道吗？网路不能用，你知道吗？不能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因为那个山里面收音机也收。我就聊3个小时，感真的是有点辛苦啊。对啊，幸好那天我有带小说看。对啊，我爸在那边睡觉，我妈在那边看那个很长的路在那边厌世，然后我跟我妈交换开车。对啊，哦，山上还是很漂亮，我还是蛮喜欢山上，可是真的新竹真的太小了。我们去司马库斯最早是山上，它山上有一间很好吃的餐厅。那它的音响是我看过新竹最好的。
然后真的超强。我爸那时候吃一吃饭以后，他因为他听到那个音乐很好听，他就说我是音响感觉不错，我们也买。问老板，就说：“哎，老板娘，我们想要买一台，这个音响多少钱？”老板娘说：“17万。”我爸就闭嘴。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然后就走掉。看那个音响真的很好，跟老板娘的生活很有品味。好，同学，那我们这个接下来哦，这个继续往下看哦。这个我换一本讲义啊，哎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这个绝对值的等号的这边算完了，那再来，我们要往下看这个其他的问题。同学，第一件事情哦，这个像这边的作业可以做一做。哦，像这边作为简单的时候可以用图解哦，如果这复杂的时候就要分段哦，因为这边解起来蛮琐碎的，所以我有一些解题的指引写在下面哦。那这样的问题，要不是一个没有绝对值，那怎么算？这时候来要分成 x 大于零，或者是 x 小于等于零，或大于等于零小于零都行。你再拖绝对值哦，这个类题是这样子看，类题16可以吗？对，请你们自己稍微的整理一下哦，类题16哦，好。那再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三，第三哦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，例的 x 加一的绝对值小于 x 减四的绝对值，那这一题可以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三种做法，这里有三种做法啊。第一种，分段，每一个问题基本上都能分段，而且分段是最重要的基础做法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那以这个绝对值令它为零去作为边界，那这时候我们分成哪三段？一个是四，一个是几？负一，那跟刚刚是不是一样？首先，x 等于，如果 x 比四大的话，同学来看，x 比四大有三段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们来做，x 要比四大哦。如果 x 比四大的时候，来，首先 x 加一是正，四加一绝对是正，多绝对值。再来 x 减四是不是也是正？x 比四大，所以 x 减四也是正，可以吗？那 x 小于 x 减四，所以你们有解吗？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？哇、wow，会得到一小于等于负四，同学合不合？一有没有小于等于负四？把 x 约掉时，是不是不合？不合代表什么意思？在 x 大于等于四的时候，并没有解，这绝对值的式子脱掉以后，不会等号不会发生哦，这个式子不会是对的。所以 x 大于等于四是没有解。那第二段，如果 x 小于四，大于等于负一呢？如果 x 比四小，比负一大的时候，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 x 比四小，那 x 减四是正还是负？负的，所以要加一个负号。那另一边的 x 加一，x 比四小，比负一大，x 加一还是正？对，x 加一是正的时候，继续往下写，把 x 移到同一侧，叫做 2x 小于等于4减1，2x 小于等于3，算出来的话，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同学，那继续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时候我们是以 x 在负一到四的前提去算，后面才会是对。所以在负一到四的前提之下，我们算出来的范围叫 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
那这时候两个是不是要取它的共同范围？因为这是我们的前提，可以吗？前提要满足，后面才会是对。所以呢，这个负一到二分之三之间，这是我们第二段解出来叫做 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，大于等于负一。哦，第一个要注意正负的变号的地方。然后还有第二个，那第三段呢？第三段是当 x 小于负一的时候，同学，如果 x 小于负一 ，x 我比负一小，就你把负一移过来 ，x 加一是不是小于零？那同样的，这个 x 显示是不是也小于零？这时候怎么样？两边都要加一个负号。OK 哦，继续往下算，把负 x 减一小于等于负 x 加四，这时候负 x 约掉，同学，负 x 约掉以后，这时候得到的式是叫什么名字？叫做四大于等于负一。那同学，请问你，四会不会大于等于负一？四有没有比负一大？有，所以是代表都合。代表我们只要 x 比负一小，这些条件的方向都是成立的哦，所以我们最后的范围会发现，第三段的话是不是只要小于负一就合？在 x 小于负一的状况之下都合。对，第三段叫做 x 小于负一。那写完以后，最后三个是在不同，我们最后三个讨论的范围都要包含起来，所以怎么样？这三个一样要取连集。最后一跟二跟三，我们都要，只要有讨论到，不要，所以这时候取连集来。第二个范围是介于二分之三到负一之间。第三个范围是比负一小都合。我用黑色。第四笔。那一个有包含负一，一个没有包含负一，两个人正好把这个负一填补起来。所以二跟三的连集就是从二分之三往下算的所有数字，最后我们会发现，只要比二分之三小，我们都要。最后的结果 ，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哦，这个式子我们就写出 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同学，我先跟你们讲哦，在我的哲学里面哦，分段是最基础，但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每一个题目虽然它有一些特殊的解法，可是可以分段先分段，因为段最重要哦。当然有一些太复杂了，我就会直接跟你们讲。那像如果这个问题是左右有绝对值，它也有两种其他的方法，可以吗？那反而，如果左右都有绝对值，反而很短。可是反而只能用在左右都有绝对值，可以吗？反而是这样，如果左右都有绝对值，我们可以利用平方去把绝对值干掉。题目说，绝对值 x 加一小于等于绝对值 x 减四。那我们知道绝对值跟绝对值两边都是正，平方是不是也是两边都正？所以我们可以左右同时平方。那 x 加一
绝对值 x 加一小于等于绝对值 x 显示，代表的就是 x 加一的平方要小于等于 x 减四的平方。展开来求 x， x 加二 x 加一小于等于 x 平方减四 x 加，不是写错，减八 x 加十六，来。x 平方约掉，整理一下， 10x 小于等于15，把10除掉， 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同学就这么快哦，这个平方法就这么快，可以吗？哦，刚我们就分段分了半点哦，没有想到一平方答案就出现哦，就这么简单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还有第三种，也可以用。因为这左右的绝对值都还蛮简单的，它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系数或加减，所以用距离来看也是可以接受、哦、而且这两边都有绝对值，都在讨论距离的关系、哦、那这个距离的我等一下下课我再写给你们好了、哦、好，这样 OK 哦。再来后面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，那这个例四讲完我们下课休息一下。像这一种绝对值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慢慢解、哦、那今天我们前两节会把这本教完，应该是 OK 了、哦、并没有说真的很赶或很快、哦、但是你们这个自己要稍微的这个回去以后要小心在这个计算上面、哦、来，那这一题同学是不是一样可以分段？怎么分段？首先绝对值令绝对值那边分成三段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第一个在数线上，一个是三，一个是一，比三大，三到负一之间比一小，可以吗？那再来慢慢把绝对值脱掉分正负就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哦，最后应该会吧，这种分段的方式应该是会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 x 大于等于3，第二个小于3大于等于负一，第三个这个 x 所以不是负一，正一才对， x 小于一。你们自己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说同学有人问我哦，这个老师这个不等式的等号要放在哪边才行？基本上来说都行，你只要讨论的像遍布整条数线就好，因为我们是整条数线的每个位置都要讨论，听得懂吗？你很无聊，你这样做也不会错哦，同学，全部都加等号也不会错，你只是重复讨论到这三这个点，可以吗？那有没有差？也没差。你用全部都有相等，你甚至这样算答案也会是对的，听懂哦？只是我们这样算就没有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在讨论上基本上来说一边有三另一边就没有，一边有等号另一边就没有等号，可以吗？你把它想象成全部相等也会是对的。好， OK， 好，那这个东西哦，我等一下下课帮你们写一写哦，等一下上课再跟你们讲分段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几何思考就好。来，绝对值 x 减一加绝对值 x 减三小于等于六，这叫做我们要的距离可以相等，而且要比六小，那这是代表是 x 到一的距离。再加上 x 到3的距离要
和小于等于六，可以吗？那来画一下边界，一跟三，一跟三的距离是几？二，对不对？二哈。首先，我们等式的时候，我们先去观察它的边界，等于六的边界，可以吗？来，第一个，先看等于六。在解不等式哦，一边不等的不等式，我们可以先把边界看出来。来，首先来，假设右边有个点叫做 x，这里距离是 l，这叫 l 加二，二 l 加二等于几？等于六，所以 l 等于二，三加几？另一边。这条叫 l，这条一样是 l 加二。算我用三种颜色画这个题目，三种颜色比较漂亮。那左边的话一样哦，答案是一样，二 l 加二等于六，距离和要是六，先看等号的六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移过去，l 一样等于二负一，可以吗？负一到一的距离是二，负一到三的距离，负一零一二三加四，二加四的确是六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边界 x 等于五跟负一。那我问你们，距离这两段加起来是比四等于六？那请问你们，如果要比六小，是不是要在这两段的中间看？蓝色两段都缩小，是距离就比六小。来，红色这一段两段都缩小是比六小，中间是比六小。所以第二个，去讨论小于等于六。这时候我们会发现，x 就要介于五到负一的中间。哦，这是用几何去看。x 介于五到负一中间哦，好，那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一下，等下继续哦。这个辛苦你们，这个解决了比较忙。
好。好，这个问题哦，这个我看刚刚有人解了，所以我们快速帮你们解一解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，当 x 大于等于三哦，两个绝对值都是正哦，所以我们脱掉绝对值，叫做 x 减一加上 x 减三，一项整理吧，这叫做2x 减四小于等于六，算出来 x 小于等于五。那在比三大的状况之下，比五小，所以第一段是在三到五之间，可以吗？哦，这行写有点太大。好，那 x 比三小，比一大的话，来。这个 x 减一跟 x 加三，x 减三的 x 减一是正，在三到一之间的时候，所以这里要变号，小于等于六。那把它展开来，x 减一减 x 加三，小于等于六。请问你们，这时候二有没有小于等于六？有，所以它和。和代表在这个前提里面，哦，答案最后都会是对，都是 OK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叫做这段叫做一到三之间，其实这里还要写一段，那我就画图就好。那第三段如果 x 小于一呢？如果 x 小于一的时候，来脱绝对值，x 减一是负的，哦，那 x 减三也是负的，两个都要变号，小于等于六，继续往下写，负 x 加一减 x 加三，小于等于六，稍微算一下，这个一跟三移过去剩下二，负 x 小于等于二加一大于等于负一。好，这一项整理 x 大于等于负。那第三段就是在 x 比一小的时候，比负一大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段。那一段、两段、三段全部都加起来就好了。哦，那这三个是我们讨论的所有可能，所以在不同的前提之下，所有可能取它的连集，所有范围。这时候来。第一个，介于五到三之间，同学你们有没有要喝绿豆蒜？对，第二个三到负一，三到一之间，对，把皮绿豆，把绿豆剥皮叫绿豆蒜。就行了，这个不等式的范围写反，这比一小，比负一大，那你会发现全部接起来的时候，它的答案就是这里，介于五到负一之间，所以最后的答案 x 介于五到负一之间。同学，这个我刚说了哦，我下课说我会快速写一写哦，那就。没有。绿豆蒜就是把绿豆，好吧。对，你们慢慢会有感觉。我们这边是
新竹伙食第一的补习班啊、哦。来，所以一样嘛，同学 OK 哦。解出来的范围一样是介于负一到哦，跟我们刚用的几何方式是一样的哦。好，这个东西你们自己要慢慢看，然后慢慢整理哦。它就是依照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带进去绝对值内是正负，去安排正负号，然后你再来拖绝对值去算范围。最后三个要取连级，因为这三个是不是都要讨论到？这三个前提都要讨论到，要取连级到。真的好喝啦，这个就是绿豆汤之类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这里面哦，哦，赶快吃，还有，冰火不是热冰，哦，它叫冰火什么鬼的？什么绿豆蒜？冰火绿豆蒜，好，这样 OK 哦。来，那我们来看第十二题的第十二页的例五，十二页的例五要怎么算？我只解第一题啊、哦，你怎么不吃？对，你怎么不吃？那冰的，刚那个都没有吃。绿豆蒜你要恶心，它不是蒜头，那只是长相而已。真的、啊，它不会有蒜味啊！绿豆加蒜头听起来很可怕、欸。绿豆蒜头 ，Oh my god！来，我觉得我最近听起来最可怕的东西是莲雾炒饭。What the fuck？ 真的有莲雾炒饭？不是，凤梨炒饭还可以想象酸酸甜甜的，可是莲雾炒饭，莲雾炒一炒软软的，这很像奇，感觉就很恶心啊。释迦炒饭也很奇怪，释迦炒饭也是很奇怪，对啊。反正这两个东西我是无法接受啊，所以我不敢吃，对啊，我敢吃的 range 很大，但这两个我听起来就觉得干，这有点怪怪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上个礼拜跟我爸妈出去玩，我每个礼拜都会带他们出去玩，跑去那个跑去桃园，桃园呢，然后我们去一个那个农场餐厅，然后他农场餐厅里面有一个木瓜鸡汤，我觉得木瓜那个木瓜是青木瓜哦，你知道吗？就它是不是它是成熟的木瓜，红的那一种是甜的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， 喝起来非常非常刺激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很 exciting 哦，那个味道很振奋人心，对啊，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最永生难忘的东西是什么？基本上我吃的 range 很大、哦，那我有一次永生难忘的是我吃到那个鲱鱼罐头。吃一点点罐头还是什么，那个超臭，有够臭，那有什么？你有喝过？你有吃过？啊、哦，下酒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例五，这例五要怎么算？他说啊，这个 2x+1 的绝对值介于3到8之间，那他有两个角度，第一个哦，他可以用代数去算。这句话它的前提就是说 2x+1 的比3大而且比8小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式子它可以写成绝对值的 2x+1 大于3，而且 2x+1 要小于8。那第一个会不会解？如果一个绝对值就可以直接拖，比正的大比负的小，不用再分段了，听得懂吗？可以吗？如果只有一个绝对值就直接解了，然后就不用分段了。来，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2x+1 对不起不是3比正的大或者是10+1小于负3比负的小，把1移过去再除以2，第一段就算出来了。1移过去2，2x+2x+1，来，负3把1移过去，负3减1叫负4，负4除以2叫负2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范围，哦，这是第一个范围。接下来第二个范围，我换个颜色好了，怕你看错。第二个范围，我们要解的是什么？
2x 加小8，那去解它的时候会得到 2x 加1，介于8到几之间，负8的中间，可以吗？那继续往下算。把1移过去 ,2x 介于7到负9中间，再除以 2,x 就介于二分之七到二分之负九。这样 OK 吗？这样 OK 哦。所以是不是有两段范围？当 2x 加1要满大于3的时候，我们的 x 要比1大，比负2小。当 2x 加1的绝对值要小于8的时候，我们介于二分之七到二分之负九的中间。那同学，我们这两件事情都要满足，因为我们要的是 2x 加1要大于3而且小于8，所以这两个我们需要范围就要交集，因为这两个条件都要满足，所以最后我们往下取1跟2的交集，我们就会得到，来数线画一下，好吃吧，对不对？根本不是出来的东西，是蒜头。来，第一个范围是 x 比1大，比负2小。第二个范围是什么？第二个范围是我们的 x 介于二分之七到二分之负九的中间，那两个都要取它的共同范围交集，两个都画到的地方就是两个都 cover 到的位置，这边这是我们的交集位，可以怎么写的？我们最后的范围我用这个黑色写给你，最后我们的 x比负二小比二分之负九大，或者是比二分之七小比一大，这是我们的最终范围。好，好，真的没有很难，就是去算一下哦。那第二题我就略掉，第二题我略掉。那第一题有法二哦，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同学，像这个绝对值，左边都是数字，而且只有一个绝对值，我们可以把它当距离看。其实这题有三个方法，我有三个方法，你会发现这三个方法还不错哦。来，法二是用距离看，有同学距离你可以喜欢看到二嘛？你距离的话应该是用一个吧，一段的距离比较好看。所以如果你要用距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全部除以二。二分之三 ，x 加上二分之一，四，全部除以二，所以这代表是 x 到二分之负一的距离比二分之三大，比四小，听得懂吗 ？x 到二分之负一的距离比二分之三大，比四小，记得距离用减，所以你这个加。可以把它先减掉二分之负一，我直接改，可以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画图咯。二分之负一为边界。首先，如果距离比二分之三大，先把二画出来，二分之负一。向右加二分之三是多少？是不是叫做一？
二分之负一加二分之三等于。我把这个图看给你画大一点。二分之负一向左走二分之三的大小就叫负二。那我们是不是距离要比二分之三大？对，二分之三大，我们的第一段是不是比一大，比负二小？可以吗 ？OK， 我们要比二分之三大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二分之负一加四是多少？二分之负一加四。四是二分之八，所以这里叫二分之七。二分之负一减四，四是二分之八，二分之八减掉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九，二分之负九。那我们要距离比四小，这个四来的小，可以吗？所以是不是就在这两段的中间？同学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共同的范围？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共同的范围。比二分之三大，比四小，右边的这一段，比二分之三大，比四小的，那你看跟谁的答案一样？一到二分之七的中间，还有负二到二分之负九的中间，所以一样 ，x 介于二分之负九到负二，或者是 x 介于一到二分之七。这 OK 哦，所以你可以用距离去看这个问题。来帮我拿一下水，前面那个水。Thank you。需要帮你们注解清楚吗？来，这在距离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是。x 与二分之负一的距离比二分之三大，比四小。这样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就算出来。那再来这个这一题的话，就是像这种连续的左右边都有绝对值，要么你就分成两段，要么你就用距离算。第一题代数的方式分两段去看，那第二题是把这个除以二用距离去看，都可以哦，都可以。好。你们觉得最漂亮的 YouTuber 是谁？都不漂亮吗？你没有看到漂亮的？你没看到漂亮的 YouTuber？ 还是你比较喜欢男生之类的？我不知道有漂亮，但我知道有帅了之类的。没有漂亮吗？我觉得还蛮多的，像阿布玛利亚，我就觉得。嘿，不错啊，木曜，对啊，木曜我觉得蛮可爱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叫做贝基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台湾寻奇的贝基也蛮好笑的，对，贝基跟那个纳哥这两个都还蛮好笑的，但小哥艾里我觉得超油哎，女生会喜欢那种吗？小哥艾里那种吗？超恶心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超恶的，而且。我感觉他就是有拉过 K， 整个瘦瘦的这样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同学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来，满足这个不等式的 X 所形成的区间，什么叫区间？区间的英文叫 interval 啊 ，interval 就是一个范围的意思。其长度为，同学，你是在竖线上看到长度才叫区间，可以吗？
所以你要去看的是竖线上的范围长。哦，你们不要这个看不懂问题哦。这一题目很多人有解给我问过了哦，但是他们都在讨论什么是长度，长度就是这个竖线上的范围。来，这时候怎么写？来 ，4x 减12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2x， 多绝对值 4x 减12介于正的到负的中间。那再来怎么解呢？同学，你这时候我们 x 在三个地方都有不好移动，所以最简单你就分成两段算。来，第一段我们 4x 减12大于等于负 2x， 把这一项哦整理一下，把负2移过去，把12移过来，叫做 6x 大于等于12除以 2x 大于等于2，是我们的第一个范围。那第二个范围呢，这个第二个范围是 4x 减12小于等于 2x， 把 2x 移过去减4个 x 减掉2个 x 剩下2个 x， 所以 2x 小于等于12，所以 x 小于等于6。那同学，我们是不是都同时要满足这两个条件，所以要取它的交集，1跟2取共同的范围叫交集，共同的范围叫交集，交集所有的范围叫连集。那这两个我们都要满足，所以取交集。第一个 x 比2大，再来 x 比6小，它的共同范围就介于2到6之间。那长度是说减2等于4。我觉得芊芊也蛮漂亮，有什么好笑？芊芊很漂亮啊，芊芊都会吃的那个，对，我真的觉得她蛮漂亮。可是很奇怪啊，我觉得她有点漂亮，但我没有觉得她很漂亮。但很奇怪，我前几天做梦梦到她，你知道吗？梦到不是我跟芊芊交往啊。然后我们去约会去吃饭，就他点了一桌菜，就把他全部都吃光了。然后我好难过，就夺门而出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去吃下一餐，我就醒。对，超怪。哎，梦里什么都有，连女朋友也有。你要算的最后的答案要的是它的长度。哦，长度是六减二等于四。好。同学，这样 OK 吗？伙伴，反呢？可以哦。好。那再来哦，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鸡掰问题，真的是神秘的、很讨厌的鸡掰问题。这个问题，范例七。范例七哦，这个绝对值 axi 小于等于 b 的解。x 介于负一到五之间，那要求 a、b。这个问题有两种解法，有两种解法。你们很多老师一解，并不是哦，只是另一种需要讨论的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像这个问题有两种角度，第一个哦，如果我们去解由左到右的话，我解两个未知数是只要找到两个边界就是。好，来，所以第一种由左到右的算法，范例七哦，来开始咯。小于在中间 ，ax 加一介于 b 到负 b 之间，再来 ax 介于b 减一到负 b 减一的中间，好粗哦，没有把它画细。干，你们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这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你们这些色小孩，奇怪的人哦。对啊，来。前几天我这个
我觉得我讲话已经算 OK， 可是你知道，这前天我学生还画了一个图送我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铁头不可以射射，我明明就没有在射射，你搞啊？对啊，你想看？没有看到吗？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说，这到底是哪来的？铁头不可以射射，而且重点是有好多这种奇怪的图，这到底是从哪里出现的？我只想射射，这个梗图到底是哪边出现的？超多哎、欸！为什么一堆射射？我明明就还有这个射击是空，还有一个崩，这为什么有那么多？我真搞不懂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明明很正常哦。好来，同学回到这里哦，来来来，接下来是这个容易题目最容易错的一个问题了。来，所以我们如果把 A 除掉，介于 A B 减一 ，A 负 B 减一，同学可以这样写。其实这个动作是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 A 到底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所以你要除的时候，记得哦，这个题目要做的方法应该是要分不同的种类来讨论。因为我们的时候 A 正负为一定，所以要讨论。第一个，如果 A 大于 0，A 如果是正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算 A 分之 B 减一 ，A 分之负 B 减一。那根据题目说，我们这最后解出来的 x 是不是要介于负一到五之间？所以从这边去比较，你就可以比出来，右边这里要是这里需要是负一。一边算是五，一边是负一，所以从这里可以联立 a 分之 b 减一等于五 ，a 分之负 b 减一等于负一。整理一下 ，b 减一等于五 a， 一个是 b 减一等于 a， 可以吗？那同学。你会发现哦，这 OK 吗？哦，不是 B 加一等于 A， 对不起，一个是 B 加一等于 A， 那两个式子相减，你会发现什么问题？你会发现这个负二等于四 A。a 等于二分之一，同学合不合？你是在 a 大于零的前提之下的，你算出 a 等于二分之一，当然不合。那既然不合怎么办？我们就去看 a 小于。这个东西解起来比想象中快、哦，因为只解联立方程，它只解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哦。那如果 a 小于零，同学，你如果 a 是负的。你把 a 除下去的时候，不等式的方向是都要改变。国中有学过吗？对，所以这时候如果 a 小于零，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x 介于 a 分之负 b 减一到 a 分之 b 减一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x 的负一跟五是不是应该这样写？对不对？哦，小的在右边，大在左。那既然如此、哦、你要注意这里的差距哦。当 a 小于零的时候，不等式的方向会改变，那我们这时候式子对应的向也会改变。那一样去比较，就可以去求 ab 了。这时候来求 ab，a 分之 b 减一等于负一 ，a 分之负 b 减一等于五，把它移项整理。b 减一等于负 a，
五 b 减一等于五 a， 两个相加就可以上 a 了。加起来以后，哇，一算，四 a 等于负二 ，a 等于二分之负一。同学合不合？有没有满足 a 小于零的前提？有，所以它是合的。那这时候 b 就可以算，用 b 等于负 a 加一，所以等于二分之一加一，叫做二分之三。b 算出来了就是二分之三。同学，这个题目看起来很长，但其实我做的很快，最主要是因为它解的我们甚连级复杂逻辑判断中，它只去解它，懂我意思吗？不合的就不要，合的就要，就这样。好，那连立也没有想象中难解，因为 AB 都很好算。好，这是法一。然后把这个稍微的缩小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法二。法二的话是什么方法呢？法二呢，法二是用逆推。有人会觉得要去讨论正负太麻烦，所以我就想可不可以利用这个原来的式子逆推出绝对值，再去凑成 ax 加一小于等于 b 的样子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逆推去凑。那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逆推，如果你们老师有教，我也是不是有教逆推回去的公式？哦，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时候，正的也不会不能算，只是要判断正负而已。哦，好，逆推怎么做呢？来，先画图。哦，逆推跟图比较有关。x 介于负一到五之间，负一跟五的中间是几？负一加五除以二是几？二。间距是三。当我们的 x 介于负一到五之间，同学看着这个图，啊，看这里，看这边。当 x 介于负一到五之间的时候，代表 x 跟2的距离会比3小， x 跟2的距离会比3小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在负1到5之间的时候，代表的是 x 跟2的距离会比3小， x 跟2的距离比3小。距离用绝对值看，所以这个式子可以写成的 x 减2小于等于3，可以相等，因为边界有要等号。好，再来呢，再来一个动作， x 减2的绝对值小于等于3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解的这里是不是写1加1？那怎么变加 1？ 我先变成减1再讨论这个正负，所以先乘上二分之一，叫二分之一个 x 减1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接下来的话，你说老师，下面这里是正一，为什么不乘负？第一个，你乘负号不等式方向会改变，而且负的不能乘到绝对值，所以你只能乘正数，可以吗？乘正数进去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怎么样变成正一？不要忘记了，绝对值可以内部的变号，所以我们想办法使得系数一样的时候，再去处理正变号。好，快乐的一变，这时候二分之负一 x 加一就小于等于二分之三。同学，那这个时候这里就是我们的 a， 这里就是我们的 b。哦，因为比较的话，前面一个是二分之负一跟一个是一嘛。哦，那前面是 a， 后面是 b， 就可以比较出结果。哦，所以这个算出来叫做 a 等于二分之负一。b 等于二分之三，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说不好。那上面那个你会发现，其实我解很快，是因为我觉得很简便，懂我意思吗？
你只是算它而已，然后那算出来就很确定。那这个逆推的时候呢，会需要用到一些什么距离的关系，还有内部变号这里，这个逻辑有的时候小朋友会比较容易转过来，但它真的很简短、哦、所以这两个方法都是建议你们的方式、哦、好 ，OK、哦、就这样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一定 OK 吗？对哦，可以吗？好，今天的问题哦，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哦，讲一下三角不等式。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本指数，我等一下再发讲义哦。来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角不等式。什么叫三角不等式？基本上来说，三角不等式它是两个绝对值相加会大于等于第三个绝对值。那什么时候等号会发生？等号会发生的时候 ,AB 小于等于零。这句话、哦、看得懂吗？这句话写成数学的简洁式是这样写，其实就代表 AB 同号的意思，正正或负负，可以吗？三角不等式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其实蛮简单的，两个绝对值相加一定会大于等于相加的绝对值。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第一个、哦、先讲一个说明好了，这件事情应该蛮直观的，最主要是因为你用不同的正负去看就好。例如说三二的绝对值是不是大于等于，是不是正好会跟三加二完这取绝对值相等，负三加负二两个都是异号，都是负号，是不是也会等于负三加负二这取绝对值，对吧？再来负三的绝对值加二跟负三加二的绝对值是不是就会大于，所以要么大于要么等于，同号时会相等，这应该蛮好想象的，对不对？对哦，要么大于要么等于，同号会相等，同号就会相等哦，异号会大于。好，那实际上的证明你们就稍微的看过就好，这个当作纪念哦。基本上证明或说明不等式就是用相减，可是你要把绝对值脱掉才可以讨论里面的项，左右平方项，用左边的平方去扣掉右边的平方，绝对值 A 加绝对值 B 的平方会大于等于绝对值 A 加 B 的平方。那同学平方是正的，所以你的绝对值平方跟直接平方是一样，可以吗？哦，这个东西可以换成这里，这里的话就是下面去减了哦，来把这两个相减，左边减右边，不是，左边减右边，那左边减右边会得到什么结果？同学来，左边的话展开叫绝对值 A 的平方加上 B 绝对值的平方加上两倍的绝对值 A 绝对值，那右边就直接展开 A 方加 B 方减 B 方减 2AB， 那你会发现平方的项都是正，可以约掉，所以它剩下的就是等于多少，2绝对值 AB 减掉 2AB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式子都可以这样一连串的写下来，从上面到这里写到这里，可以吗？那写到这里以后，同学你会发现这逻辑一层次一层次，最后左方减右方会等于两倍的绝对值 AB 减 2AB， 因为平方项都消掉了、哦、好，那同学你会发现这两个数字是只差正，可以吗？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定会大于或等于，第一个如果 AB 相乘大于0的话，这时候正减正会等于0。第二个如果 AB 相乘小于0的话，正减负会大于，
所以你就会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大于或等于。那什么时候等号发生？两个都同号的时候。写的完整一点。那因为这两个都是正，所以左方大于等于右方，也就是左边会大于等于右边。那这件事情哦，实际上呢，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难想哦，我觉得没有那么难想哦。最主要是因为用数字带的时候，蛮简单就可以感受到，绝对值加绝对值大于等于相加再取绝对值哦。好。那这个三角不等式可以用这种绝对值的特征去解我们不等效的结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缩力，这个力非常，那 OK 吗？我看我好饿，没吃饭，我今天就只吃一餐而已。我觉得我变最近变胖了。暑假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蛮瘦。我那时候真的啦，我那时候，我觉得疫情我是最大的受灾户，我真的胖了超多。我本来是76，我在疫情之前是76公斤，我现在是83公斤，胖了7公斤呢。Oh my god！ 我大概是读了3年主女的感觉。对，怎么？你跟我体重怎么样？差不多，差了10几公斤而已。没办法，我比你多一只腿。一只腿的体重大概就是人体的1/3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。同学，如果要求绝对值 x 减二加绝对值 x 加一的最小值，那这怎么算？第一个哦，你要求的时候可以利用三角不等式求，可以吗？哦，不等式就用来求最大最小，所以法一来绝对值 x 减二加绝对值 x 加一大于，先不要抄，同学这样写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这样写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最大的原因哦，没有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，因为我们这两边有没有数字，你要求最小值，是不是一边要可以换成数字？可是这两边都有变动的 x， 所以没办法找到最小值，这是不行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去找真的有最小值的项目？我们必须要把一边的 x 可以消掉。所以我们这时候知道 x 减二的绝对值加上 x 加一的绝对值，怎么做才可以把 x 减二消掉，令它叫做二减 x 的绝对值加 x 加一的绝对值，看得懂吗？你内部可以任意变号，你内部变号，那一样两个绝对值相加就大于等于相加再取绝，对，约掉以后是不是可以得到绝对值的二减 x 加 x 加一就大于等于三 ，xx 约掉。同学，左边比较大，右边比较小，所以当等号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时候会有什么现象？这时候最小值等于可以吗？那 OK 哦。好，如果是两个绝对值，或是4个绝对值，或6个绝对值，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这一种通常要去求最小值的问题，你会觉得很有趣，就它的系数会长得还蛮干净，不会说加减乘除都全部一起给你的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。法二，绝对值 x 减二
加上绝对值 x 加一，求最小值。看好喽，一个边界叫做二，一个边界叫负一。二到负一的距离是几？是三。然后如果我们的不行，我再写仔细一点。绝对值 x 减二加绝对值 x 加一，求最小值。虽然求的是 x 到二的距离，再加上 x 到负一的距离，求最小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图，冷静的用这个图形，很快速就可以发现，你这种绝对值的最大最小值，用图形是蛮好判断。第一个，你会发现说怎么样？当你的 x 在中间的时候，加起来都是三，到负一的距离到到二的距离都是三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在这个这里都是三。那请问你如果在右边，很明显，同学，中间是三，那右边会比三来的怎么样？大吧，一就比三长，所以会比三大。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由图就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当 x 介于负一到二十的时候，最小值就等于三，可以吗？跟左边的最小值是不是一样？听得懂吗？在中间的距离都是三，那到右边就比三大，到左边也比三大，所以最小全部看完一定是三，可以哈 ，OK， 这是几何的做法哦。好，那第二小题，快速的讲，同学 ，x 减二的绝对值加 x 加一等于 k， 它会无解，那要求 k 的范围。我们知道，如果 x 减二加 x 加一是不是一定会大于等于三，可以吗？哦，也就是说最小是不是三，可以吗？那从这个推理就知道，如果 x 减二加上 x 加一的绝对值等于 k 无解的话，无解就代表解不出来。你最小是三以上都还解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最小是三。如果比三更小就不可能了，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？k 就小于三，这用逻辑去想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因为它最小是三，所以比三再小就没解。可以比三大，但是比三来的小就不行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啊。好，你们最近是要打？好，这样可以哦。你们在打 BND 吗？什么时候开始打？你们什么时候打？啊？你先打，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你肚子很饿，那就多吃啊，透光棉花吃起来。肚子饿，为什么？没有打疫苗，为什么可以去？哦，好，拜。那我们再来看范例一哦，这个基本上来说，我们因为刚下课下的比较晚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话会待到八点出头再可能下课。讲完范例二应该是，哦，然后哎没了，哎。哦，真的耶，看还有两题而已耶，耶！好。
这绝对值的问题，有一些问题我们会想用图解去看。像这个例一，例一跟刚那一题是一样，那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啊。求 f(x) 等于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二的最小值。那你要注意，它可以把这个问题出成这个样子。如果题目出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写？同学，很明显的，这个东西你看到根号跟平方是要拿来配方的，所以这个式子 f(x) 你会把它写成根号的 x 加一的平方加上根号的 x 减二的平方。平方根号约掉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答案，它就叫做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二。只是提醒你们，题目可能会好。那最基本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分段去解，可以吗？哦，来 x 大于等于二的时候，这边都有打清楚，那你们自己参考一下。哦，那这个竖线的图解，刚刚有解过给你们看过，我想应该知道、哦、这个竖线的图解。我比较喜欢竖线的图解，因为我觉得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你蛮清楚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这个东西跟上面那一题，就是 x 到2的距离，再加上 x 到负一的距离的求最小值，可以吗？那是不是一样？一个边界是二，一个边界是负一。那二跟负一中间是等于三，对不对？怎么加都是三。右边是不是比三大？那左边是不是也是大于三？所以在中间会有最小值。这一题我刚刚有讲过，我本来。以前的话是用不同的问题讲，但是我觉得同样一题讲两次，你们也是可以让它更清楚哦。可以哦，那我可以快快讲。那三角不等式的话，你们就略过了哦。这三角不等式我就快速写哦。来，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 x 减二，你要记得你要用不等式去解它最小值，你一定要把 x 可以消掉。再强调一次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式子。你可以写的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二减 x， 你一正一负的用意是用来消 x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你这时候才可以消 x 求值。所以角盲一看，绝对值 x 加一加绝对值二减 x 会大于等于几？三。左边比较大，右边比较小，所以最小值就是三。可以哦。好。如果你们觉得题目难的话，我会建议在比较复杂的问题用这个去想。可能甚至绝对值更多都可以用这个想，懂为什么？用这个去想还不错哦。来，那第四个是函数图形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去画，带你们画一下，画 f(x) 等于绝对值的 x 加一加上绝对值的 x 减二，画图。那同学，你这个绝对值脱掉是不是一次函数？所以我们脱掉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形，但是都直线跟直线的相邻。我再说一次，你这个绝对值脱掉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次函数？这应该是不同的直线去慢慢的连起来就可以画出图形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再来，我们怎么画函数图形？我就用这一题教你。首先，在画函数图形的时候，先令绝对值内部为零，一样去画出边界，所以画的时候就描点。第一个边界是几？负一。一个边界是二。再来，二的右边是不是可以用三去画画看？来，那在负一的左边可以用负二去画，
那一跟负一跟二的中间，看你要不要再找点都行哦。绝对要画的是哪里？同学，绝对要画的是这负一跟二，其他的点的话就是另外在外找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哈、哦。好，看喽、哦。如果用负一代会是几？负一加一加负一减二，这里是三。用二代的时候，二减二，二加一，一样是三。再来用三代呢？三加一，三减二是几？四加一就要几？六。用负二代，负二减二，那加绝对是四，负二加一是一，加到五。我有没有算错？四啊，这个啊，对，五才对。好，先把这个绝对值的点画出来，再把两周的点画出来。那再来，我们来画图。首先，这个以负一跟二为边界。因为绝对值就只有三段，那负一跟二都是三，所以这图形通过负一三跟二三画了横线，可以吗？再来，二的右边用三代三五，左边用几代？负二，负二五。那同学，我问你哦，如果 x 比二大的时候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个啊。如果 x 比二大，这不用 x 比二大的时候，你这个式脱掉，是不是一条直线？对不对？所以比二大的时候是都满足这一条直线，所以你如果比二大，这时候画的线就是直直的下去，可以吗？同样的，比负一小。也是一条直线，你中间绝对值到绝对值的边界中间都是用直线相连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画出我们的图来了，这样 OK 吗？我再说一次，先把绝对值的点画完，再把这个左右再多加几个点，找到两侧的边界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那这个时候再用直线把它连起来，是绝对值的图形，中间是平的，你会发现当x 介于负一到二十，有最小值三，这样可以哦。这就画完图，来再补充一个，再补充两，基本上来说，我们会发现，老实说，像这种求最大最小值，我最喜欢的就是用这个数线图解跟这个函数图形，可以吗？哦，那我说真的，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数线图解，你把一些边界标出来，就会很清楚知道范围。这三个绝对值，例如说绝对值 x 加一加上。绝对值 x 减一加上绝对值 x 减二，我们变成了三段，中间多了一段，求最小值。首先，这是有三个边界，负一跟二，还有一个一。一文指色化。来，那我们要算的是这三段的距离。你想哦，我们由刚刚的讨论知道，在负一到二的中间 ，x 到负一跟 x 到二距离是不是三？这两段加起来是三。对，哦，这两段加起来是三。可是呢，除了这个三以外，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多了一段加 L？ 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我们满足了两侧的时候，
在 x 到负一跟 x 到二的距离为三，可是多了中间这段 l， 所以我们的距离叫做三加 l。那这个时候我们 l 是不是可以缩小？缩小到零。当 x 等于一，也就是我们这条 l 等于零的时候，即可得最小值。这时候就变成三加零等于三，可以吗？哦，下面这距离是三，可以吗？哦，那中间这个再多了一条紫色的 L， 所以你会发现说，一样是不是可以用距离去解，可以吗？只要在中间，好来。对，这个补充是在讲这个东西，竖线的图解。那函数图也可以用来去看竖线的图解，来一样。f(x) 要去看的是绝对值 x 加一，加绝对值 x 减一，加绝对值 x 减二。如果这样的图形怎么画？哎，刚那个还没画完，是再给你们一下下。我讲完下面这里就给你们休息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跟你换，那你就先讲这个。你给他们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下上课要先讲这个。来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靠，这一题也太大一题了，超厉害的。好了，但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先发好了，哎，大家都拿了，下一本来了。很酸，你很酸。原中用背的背都没问题，这么近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么近 ，so close。知道吗？好啊，知道啊。全啊，
有啦。有点知道，知道。累哦。还好。没有啊，这个好呀，不是很惨。我再给你五秒，你缓一下，十分钟到了吧？没有吗？想快了，真的吗？好上课了。啊，你要走了？哦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。那我一坐下来就有人要走了。他讲过。哎呦！不会啦，怎么大师？你知道骆驼是怎么在沙漠中活下来的吗？铁头那个肚子就是有一样做的，那水肿啊。因为他们要挤水的时候，咕咕咕就。好了，同学，亲爱的，我们要继续喽。我们知道上课了，上课了哦。妹妹，你就自己来哦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现在就走，我还可以接受哦。来，亲爱的，那刚刚头头讲到就是函数的画法嘛，对不对？
那我对蛮喜欢函数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其实蛮接近真实的情况啊。我不知道他们跟你说，你带点，你带一个，带两个，带三个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描图法的做法。你以前去了解一个新的函数，其实也是带点去画图，可以接受吗？那这一题怎么画？却非常简单，就简单带一下，好不好？谁画？那当然是我画，不然你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带几个 x y 哈？哎，大家知道这个带点大概要怎么带吗？你大概左边要带一个，你那个右边要带一个，你那个中间稍微带一下哦。所以负一跟二你是一定要负一。哎，这个要带蛮多的，有点讨厌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我直接带好不好？因为我比较懒惰哈。负一跟二，那我们左右再各带一个，其实就差不多了哈。来，左边带一个，可能带零好了。啊，右边带一个，可能带三好了。来，开始喽。来，你这里 x 地方用零带，大家自己心算一下，这是一二，所以这是三，可以吗？然后这里 x 地方用负一带，所以这个就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发现这好像不是三，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。没错，答案这个好像不是三哦，这答案好像是四哦，刚刚算错了，哦是四。然后这 S 用负一带，这个抵消了嘛？负一负一，所以这是二。负一这里是二，所以是三，所以是五哦。哎，是五吗？好，那我继续带哈。那再来这个一嘞，同学，这个一的话是零啊，二，对，是。然后嘞，一减二，一减二是多少？一。哎。奇怪，我怎么带的点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？等一下，零带进去，哎，难不成等一下我带错了吗？啊，白痴哦，哎，负一左边怎么是零啊？难怪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哎呀，是我失智了，这是负二哦，不好意思，改一下，是我失智了。这种说奇怪，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？来，这里是负二的话，来我们带一次哦，所以这里是一，然后这里是负二，所以这是三。然后这里是负二，所以这是四，所以是八哦，这是八。好，再来用一带，所以这里是二，这里是零嘛。再来用一带，所以是一九，所以三，好，这样就合理了。再来用二带，那这里就是零。用二带，这里是一；用二带，这里是三，所以是四哦，请你自己带带看哈、哦。再来最后用三带，三，这是四二一，所以是七。然后你稍微画一下就好了。负二的时候是八，再来五负一的时候是五低一点，然后一的时候是三尖尖的、哦，然后二的时候是三的时候是七，那它图形大概长这样。好，来让你画一下。其实这个 X Y 轴哈，我个人觉得没有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你看它图形的特性，你就会发现它的最低点会发生在哪里，是发生在它的中位数的位置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中位数的时候是发生最低点的位置，可以吗？所以呢，你会发现一个性质哦，当偶数，假如今天你的绝对只有数个，它是几个，那如果今天呢是奇数个，像三个，那它的中间就是尖尖的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，叫奇尖偶平。听起来有点变态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蛮好记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记一下，奇数是尖的，奇尖，真的啦，这是奇尖那个尖啦，自己看哈。偶平哦，偶数是平的，有这样子的特征。那它的 minima 再讲一次，它的最小值发生在中位数的时候。大家还记得偶数的中位数是不是相加除以二，是不是也符合偶平的性质，所以是 OK 的哈，中位数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四个的话会看吗？怎么了？你看着我的表情，充满了极简偶平哦，你要看吗？这样可以哈，偶数会看哈。举个例子哦 ，S 减一 ，S 减二 ，S 减三 ，S 减四，同学。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？S 的地方用几代？是 S 用二加二，所以三代，接受吗？但因为它偶是平的，所以你带二带三，其实也会有一样的效果。
可以接受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咯。哦，那我把它擦掉了。来，剩下来的是最后一题哦。然后我要往下来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其实蛮简单的，讲实在的，其实蛮简单的。但是因为两边都要讨论，就会写的稍微久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同学，拆掉绝对值哦，我现在直接讲了哦，拆掉绝对值，那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什么？就是讨论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以后大考也是一样，高三也一样哦，只要跟绝对值有关，基本上就是讨论。那怎么讨论？分段讨论，就分成你看啊。比零大或小，比五大，哎，比五大或小，是不是介于零到五之间的，分成三段，就是零五这边讨论一次，这边讨论一次，这边讨论一次，是分成三段讨论，可以接受吗？用代数性的做法去讨论 ，OK 吧？那如果我不写，你会生气？会，好，一下，干，干，我真的不想写。好，同学，那我们先讨论加的吧。那我先用几何的做法做一次好了，代数性的做法分段讨论好，你可以自己回去写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分成用几何做法，它的临界值就是零跟五嘛，对不对？分成三段。那如果你用画的，来你想想看哦，到有一个人叫 x， 他到零，哦，因为这要看成 s 减零加上 s 减五，所以呢，他到零跟五的距离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呀塞，那我扣你，你想想看嘛，不外乎就只有三个答案。第一个答案在你的右手边，是 x 到5再到再到0的距离，一定怎样？是这里已经是5了，所以它的距离一定大于5。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只要你出现在右手边，你的距离总和一定会比5还要来的大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它就多了两段嘛，又多了 l 又多了 l 加 5， 所以它一定比5大哦。正常，然后右边，用紫色好了 ，GK 的颜色哈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不是也一定怎样？只要比零小，是不是加起来总和也一定大于？大家感受得出来吗？对吧？那什么时候嘞不会大于五？就只有在中间值的时候，看，当你介于零到五之间，是不是它的值就会怎样？刚好等于五，对不对？已经画到没有颜色可以画，这个色彩有点太逼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样子加起来是不是答案就是五？可以接受吗？哦，我就简单画给你看。所以嘞，它的最小值其实就是什么？是不是等于五？可以吗？其他的解是不是都比五大？可以哈。那我们直接下个结论好了。所以 s 减零。加上 s 减5的绝对值是不是大于或等于 5？ 这就是什么啊？这不就是三角不等式吗？所以第一个选项直接划掉。那请问这个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就问你有没有可能啊？有没有可能？比5大有没有可能是 6？ 好，所以2就是对的。同学，这个哦，你看，幸好你长得没有很高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，好不好？那以上就是第一题跟第二题，那再来三，同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减的，对吧？哦，所以我们要额外画一个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函数的做法，可惜你们课纲没有教，函数真的很棒哦。好，来减的，我来维持一下哈、哦。来，同学注意是减哦，有一个人。叫 x 减掉有一个人他到五的距离 ，x 他到五的距离，哦，是减哦。来，我们做一次哦。来，假如他在右边，因为这有三种情况，要么在右边，要么在中间，要么在 A。他到零的距离减掉到五的距离多少？这是横为这一段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哎，有没有问题？我再问一次，有没有问题？他到零的距离减掉他到五的距离啊，是不是就中间这一段可以接受？所以是不是这一段右手边全部都是五可以接受？你只要比五大，是不是以后都是五，距离都是五，可以吗？哦，就这样。
好，再来我们要看左手边，这个稍微要思考一下哦。来，它到零的距离减掉它到五的距离，来，我先问你是正还是负？哎，虽然你没有回答，但我猜你应该是答对了。小的减大的是不是为负？所以只要比零小，它的值全部都是负，可以接受吗 ？OK 吗？好，那再来我来讲一下中间，中间我就没有想画了。中间你思考一下，因为中间有可能它到零比较近，或者是它到五比较近，是不一定，所以是可大也减大，所以是皆有可能。那它的值会在哪里震荡？就会介于负五到五之间，听得懂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下个结论，所以它的值最大就是五，最小就是负五，可以接受。只要比五大，全部都是五；只要比零小，其他全部都是负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可能，哪一些不可能，好吧？删减掉就可以了。这个不行吗？哎，这个六就不行，这为二三五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这是用画图的哦。哎，代数的会不会做？慢慢讨论会不会做？快睡着了。慢慢讨论都会做哦，可以哦。不要骗我。哦，经不起骗了，我看你们刚刚到底讨论了什么？哎，有啊有啊，你看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，会做哈、哦。看我有点担心哎，真的会做哈、哦，你不要骗我，等一下我讲指数的时候就回不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还是我要小小示范一下吧，需要吗？好，不然我示范一个就好，好不好？有点冷哦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真的很简单哎、欸，这个要示范了，看一下怎么示范一下。好，来示范一下了，来 s 减零，然后减掉 s 减五，哦，我就简单写一下，好不好？要讨论它的值是分三段，哪三段？是零五，来比它大的第一段，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二段，然后来比它小的是第三段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写一下范围好了，x 大于五。然后 x 介于五到一之间，是小于等于一。同学，这个等号加在哪一边哦？其实无所谓，但是你至少要记得有一边要加，就代表都有讨论。然后最后取连集把它加起来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那为什么要分三段讨论？因为主要原因是要知道绝对值怎么猜，比五大就都猜哦，比五小就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以此类推，哦。好，那第一段的讨论结果是不是 S 都可以拆，所以是 X 怎样拆掉，然后减掉 S 减5，哦，这个要加绝对值哦，所以答案是不是5，可以吗？所以就得到了吗？只要 X 大于5，是不是答案都是5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听懂在讲什么吗？哦，那我还要做吗？好，自己做了，干，好，来，好，那我再写一题哦。那第二个好像不一定哦，第二个好像不一定，我想一下哦，第二个前面是猜嘛，看一下哦，第二是介于一到五之间，所以前面不用变，那后面要变号写成，加上哦，这是减，一定要五减 x， 五减 x。他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不是就他的答案就有个范围耶，变2x减5。那 2x 减5，你这个是不是又在这之间，是不是又可以求一个范围？所以变成我要算吗？我不想算，那你把它带进去好不好？自己你可以求出范围哦。哦，知道在讲什么吗？所以就这样子去讨论，主要是要猜括号哦，主要是要猜括号哦。那最后一个括号啊，都写到这里就帮你猜了。就是减五加 x， 所以抵消哦，所以等于负五，好，最后一段就出来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这是分段去讨论哦。好，来，如果这没有问题，那我们让你抄一下，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本。如果铁头没有下一本讲义，我一定会很生气。好，好不好？回。
而且可以把那个面组好，那我们翻下一个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他真的没有，干，怎么办？我们上网找一下，什么下课、下棋啦、下课。好，我们偷偷看铁道 FB。上课都不喊上课，只会喊下课，干这个都没有女生密我。哎、欸，他没网路吗？我刚刚下载了。闭嘴啦！怎么六楼有网路？有你妹啦！哎、欸，还是他其实已经有了。看他有 Hanna 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啦？来，同学，打开你的指数，对不对？然后指数率率还打错，哎，真的，而且好生气哦！不是他没有给我，还是其实有啊？好，那、啊、我点下载啊。哎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有点紧张哎，现在怎么办？他是连谁网路？那他现在离开了，是不了吗？哦，白色，他手机在这啊，是这个吗？第一条，不是不是，第二条的，这个吗？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来来来，麦信，现在怎么办？哦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干，我好紧张哦。不是啊，人家讲义不先丢出来啊、哦。上课我要找你奶奶的秀，看我要生气哦！我下载了吗？哦，好。然后我要丢给王元收，可是王元收已经有了，所以我们要直接藏到资料夹。那我可以用常用。哎，大家等我一下，大家等一下。哎，这不是我问题哦，先讲。哎，大家去怪铁头哦，都铁头错。假。啊怎么办？啊我的是什么低潮好吗？你不要注意那些，那不重点。不是啊啊啊！他档案总管为什么没有那个低潮什么的？我刚刚说什么？不是啊。好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上传不同名字，它就会判别出不同的答案。然后我打1548，啦啦啦啦啦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启，然后干，哦，白痴哦，不行哎，可是不能上传的时候改名字吗？我再传一次试试看。他应该会问我要不要再下载啊？没有，他的网络根本就没有网络。没有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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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处理一下，我处理一下。我连新竹新泰亨。那、啊、等一下，我连一下泰亨的网。好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我也不紧张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要紧张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。我 OK， 我 OK。啊，玩错了，干。啊、哦，不要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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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、啊，我刚不是下载了，不是下载了，下载了还不给我显示是什么？我先开一下看是不是，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北七哦，哦，不要生气，元松不要生气，元松你最棒，元松你很棒，不是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生气，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元松你很棒，元松你很棒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
哎，要下载吗？再次下载吗？下载 again 吗？然后我们开启吗？然后按这个吗？按 PDF 吗？按 download 吗？那就有啊，它不是56吗？今天9月23，对不对？这个啦，哦，下来同学，太好了，我们花了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，终于找到指数率了，好开心哦！哦，大家再去跟改。来同学，我要跟你讲一下哦。首先，它标题打错了哈、哦，我们改一下。这个指数率的率是规律的率哈、哦，国中有教。再来呢，它这里少打三个字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它的性质，不是性哦，是性质。他讲的哦。啊，指数率性质。但是老师啊，为什么你不重印呢？同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印了100多份了哦，可能不太能重印，好不好？大家稍微改一下哈、哦。打的吗？少三个字啊、哦，我烂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接下来哈、哦、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指数率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了解指数的部分哈、哦。基本上嘞，我们从国一的时候就有学过，当你一串数字要做连乘的时候，乘。那它是不是可以表示成 a 的 n 次方？这个就是一个指数的形态的表示，可以吗？那 a 呢是在下面，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叫底数？那上面是不是称之为次方或者是指数？哦，这样可以吗？上面这个叫次方或者是指数。那有一些比较老的老师会叫它乘方，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听到你们的老师说他叫陈方，那他年纪就是60以上。我认真讲，我没开玩笑。那讲陈方真的太少了，连续的相乘，所以是陈的次方，叫陈方。好，来正整数，同学，正整数学过吧？底数一样乘次方相加，底数一样去掉括号次方相乘。哎，学姐，钱我怎么给你？啊、哦，爱你，好、哦，拜拜。再来去掉括号，是不是可以个别次方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其实蛮有用的哦。我讲一下这个到底在做什么用哦。就是当你次方相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着合并什么？合并你的底数，可以吗？啊，我写一下下手好了。次方 the same 就是相同了，我们就可以合并什么？合并底数，并底数。那底数一样嘞，我们指数率可以试着合并我们的次方哦。哇，这国一的我就不想讲太久了。好，我相信这几个应该大家都没问题。好，再来嘞，我们要介绍哦，往下喽。再来，次方如果是零哦，次方如果是零。那它定义做一，可以接受吗？哦，规定的指数率哈、哦。再来 ，a 的负 n 次方是写成导数分之一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那你也可以由什么 a n 除以 a n 所得来。好、哦，底数一样，相除次方相减。为什么我说可以从它得来？想想看哦 ，a 的负 n 是可以写成 a 的零减 n， 那 是可以写成 a 零除以 a n。那不就是 a n 分之一吗？哦，所以意思本来就是等价的哦，这没有什么，这很简单哦。那这里的底数哈、哦，你要特别留意哦，它的底数是什么？也是一样正整数哦，正整数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看一下。哎，你会不会觉得？我认真讲，你会觉得很难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哇哦，那其实也是还可以啦哦，这国一的哦。那我要跟你讲哦，这是国一的哦，它的范围是什么？就是 a 为非零的实数。你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它的 a 这边哦是实数哦，可是它不能是零哦。我们通常不讨论底数为零的情况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它的 n a 是正整数哦，或者是负整数，这边负整数也可以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再来呢，就是哦，进入高中的范畴喽，有理数的指数率，但是前提要大于零。等一下我就会解释为什么大于零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方选的哦。a 的 n 分之一次方等于 a 开
开二次方根，这两个说明非常简单。来，我们看一个东西哦 ，a 的 n 分之一次方，如果你把它 n 次方，来，你猜猜看会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我来讲，我干，去掉括号是不是次方相乘？是不是答案是 a？ 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左边是不是这样？那你想想看哦，开 n 次方根，那如果今天你把它 n 次方是什么意思？是就会有很多个 a， 然后开 n 次方根。有几个？是不是有 n 个？可以接受吗？然后乘在一起，可以怎样？并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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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多 a， 然后有 n 个。那开 n 次方根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有几个一样，是不是就拿出几个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答案是不是也是 a？ 所以它本来就是等价的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前提，就是啊。因为你的次方开始出现了分数，以前只有正负嘛，对不对？只有整数的部分，现在出现了分数，那你一定要确保你的底数一定要是正的，要不然就会有例外哦。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些例外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一个例外吧，宝贝，来看一下哦。负八开三次方根，同学，这个是可以算的，你不要以为不能算，它可以算，怎么算？来，负八。开三次方根，可以写负八写成三个负二，来，请问这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三个负二，负负负，好。那你想想看哦，开三次方根是不是三个一样来？对吧？所以它的答案它是可以算的，哦，它是可以算叫负二，所以根号内部可以是负的，哦。但是嘞，原本我们不是说它等价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刚刚上面不是有写吗？在这边。n 分之一就是开 n 次方根，没错，但是前提是 a 大于0。那我们讨论的就是什么？当 a 不大于 0， 当它是负8的时候会出现例外。为什么？来，我写给你看。如果今天呢，你把它拆成两种情况后，这个格子有点小，我要怎么拆？好，这种情况就直接把它开成这样子，那它答案就是负 2， 因为我们刚刚上面才写过。But如果你今天把它写成什么？负八，把它写成六分之二次方。来，同学，先平方跟先开根号其实是没差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？负八的二次方，先二次方，再开六次方根。同学，你有发现不一样在哪里？它是变正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负负会先得正，懂我意思吗？它是变成这里有2制造，然后6，然后答案是2，对吧？那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不能讨论，答案是错的，这个就不能算，听得懂吗？那为什么不能算？来，我们折合一下原因，就是你的根号内部，你的底数这边是不是变成负号？只要底数是正的，那你先开根号跟先次方出就都没有差别了，懂我意思？好吧，来你看一下，这个反应哦，这因为这个多重选择题哦也会考，他直接跟你说是，哎，这个写法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哦，直接写一个例子给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要留意他底数到底有没有大于，好吧？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哦，这样可以吗？来得及抄吗？再讲一次。先开根号跟先平方其实是没差的，但是因为它底数错误，所以你会算出一下正一下负的结果，要特别留意哦。好，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个，那下一个式子也是一样哦。n 之 n， 你先拿开根号再 n 次方，或者是先怎样，先次方再开根号，其值不变哦，都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接着看。好，再来时速等量公理，哇哦，自己看。这三个仿佛问智障，好不好？自己看一下哈。好，再来下一个等量公理就要讲一下了，因为这是新玩意儿。来，同学 ，a 的 x 次方等于 b 的 y 次方，我可不可以同时开 s 方根？同学注意哦，除以 x 其实就是什么？开 n 次方根的，哎，开 x 次方根的意思，可以接受吗？好，那同时除以的，我第一个就是叫什么 ？a 的S 除以 X 就是 A 的一次方，等于 B 的 S 分之 Y。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
那同样的哦，你可以同时除以 x， 啊，你可不可以同时除以 y？ 也可以，就同时开 y 次方根，或者是哦 a， 然后 s 开 y 次方根，然后它会等价于 b， 因为 y 除以 y 就是 e 哦。好，这个是很能用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上去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做个小结论。什么小结论？就是当你底数如果属于实数，同学，你有发现，当你底数没有特殊限制的时候，那你的次方就要有特别限制，可以接受吗？你的次方是什么？你的次方只能是什么整数？哎，这符号有没有人看不懂？这样可以吗？看得懂吗？哦，可以哦。这是整数，这个是实数哈。好，可是如果今天呢，当你的次方想要放分数，所谓的分数就是什么？当你想要放有理数哈，几分之几的时候，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。你的 a 呀、啊，就只能是正的，一定要大于零才可以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做个笔记啦，哦。当你的次方，呼呼哦，哎，放整数的时候，你的底数就可以随便乱放，因为你的次方哦只有一些些而已。那、啊、当你的那个次方想要放有理数哦，想要放的更多啊，那你的底数限制就会比较多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就这样。那下面呢就是哦 B 的数学，来我们电脑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六乘零多少？六乘零多少？零嘛，对不对？这次就是3的零次方，答案一，这样可以吗？哦、oh, ，so easy。好，再来，呼呼，来，次方一样，合并什么？哎，什么？次方一样是合并底数，所以是可以写成二乘以负三，然后再负二次方，这样可以吗？哦、oh, ，那答案就是负六的负二次方。来，问你一个深奥的问题，这个吗？这次方有负写成什么？导什么数？是导数，所以写成负六的二次方分之一，所以答案是三十六分之一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很智障哦，就让你自己去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来写一下后面的那个六七八，那个六七八看起来好像比较难，哦，好像比较难。好，那么来做一下哈、哦，一样的题型，次方有负是不是合并我们的底数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你可以把它合并成根号七加二乘上根号七减二，然后嘞再一起负三。这盘哦，不要怕，这是写成导数。那你要注意哦，写成导数并不意味着它是负的哦，它是正的，只是比较小而已哦。好，来一加一减，乘法公式是不是可以写平方差？所以是不是变成根号七的平方减掉二的平方，再负三？所以七减四是三。三的负三次方是不是二十七分之一？这样会不会太快？可以哦，轻松了哦，大家这么优秀，应该 OK 了。第七题有点想算，哎，早上我就写第七题了，感觉第七题比第六题难。跟第七题一样，好不好？让你继续做哦，去掉括号，然后来合并里面的那个底数哦，好不好？自己去做。那第八题我写一下哦，这个不要害怕哦，开四次方根。从五开始写，开四次方根就是四分之一次方，不要害怕。那外面再开三次方怎么办？不要怕，就是整体再三分之一次方，可以接受吗？开几次方根就是几分之几，好不好？然后来去掉括号，用指数率表示，所以是五的十二分之一次方，这样可以接受，有没有问题？到吗？哦，你开始要习惯哦，把开根号写成几分之几次方了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后面呢，就会有一连串哦，要你写的那个指数率。好像范例一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考题哦，断考一定会出一题，我可以用生命保证。哎，等一下，用铁头生命保证，一定出一题，不可能不出，好不好？不出铁头给你哦。如果你要的话，那在写这个题目哦，有一个小诀窍啊、国一的数学老师一定会教你哦。什么小诀窍嘞？看这里有九，这里有二七，这里有三。如果要用指数率，我建议都换成什么？
换三换九换二七哪一个？三嘛，所以它的诀窍就是换成什么最小单位，我帮我写一下，换成最小可以选就选最小的那一个，像八跟二一定选二嘛，对不对？你会选八吗？哦，当然不会哈。好，那以下呢就是把公式带一带就行了。第一个开根号，哎，要习惯咯，开根号是二分之一次方，这个没写省略一个二，开二次方根，哦，开二次方根，所以呢它可以写成三的二分之三次方，会不会太快？就里面二分之一嘛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所以是二分之三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乘上，不要紧张哦，慢慢写哦。三的，来，同学，二十七是不是三的三次方？外面再开一个根号，所以可以写成二分之三次方。你会发现这两个动作长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先次方的话，你看三三得九，九三二十七是不是根号二十七？所以这边就是二七啊，可以哦。好，来。我刻意写指数率哈，写成三的二。好，来继续乘。好，这个先不要急着算，慢慢写。二的三方，来，这个怎么写？二开根号是不是二的二分之一？外面有负五，所以就是什么？二的负二分之五次方。停一下，你先看有没有问题。开根号写分母。哦，开根号写分母，可以吗？欸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欸，我好害怕哦。根号二的都写在这里头，之前一再负五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所以是二的负二分之五次方。好，好，那剩下就很简单哈，底数一样相乘次方相加，底数一样相除次方相减，所以它可以写成三的二分之三加二分之三减二。如果这不会哦，要加油了。然后嘞，乘上来，这个可以先算哈。二的三次方，然后来跟加上负二的，二的三次方加上负的二分之五，所以是多少？所以二的二分之一，然后又乘以二，所以是二的一次方，会不会太快？太快了，看再写一次，三加负二分之五，啊，不就二分之一？啊，你要去掉括号，是不是次方要相乘？所以这个是不是要乘以二？这次是一，所以答案就是三的一次乘以二的一次，就是三乘二，答案六。六，发现六。我想要，你帮我算了第二，学长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算了，哎，学长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不要这样，你老婆算了算了算了。好，同学，这一题没问题哦。好，其实因为我刚刚有跟他讲说我要出去玩暗黑破坏城啊，因为暗黑破坏城今天打电动。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走开了，看你讲那么垃圾话。同学，好啊，来啊，来，同学，再来范例二，同学，同学，这个丑不丑？很丑，对不对？当你这个数学是太丑的时候，通常答案都会特别的漂亮。就像一个人太丑，通常心地就会特别善良。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一题答案一定很漂亮。哎呀，闭嘴！那为什么他心地好？因为他啊，回家了。来，同学，那你要注意哦。他说有理。是看它的底数是大，前面讲的一样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合并哦，这个真的很丑，要合并。那怎么合并？索性底数是不是都一样，都是 x， 所以嘞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去掉括号次方相乘，然后嘞，底数一样相乘，是不是次方又相加？可以吗？哦，你要有信心，这个答案一定会很漂亮。如果没有，就看一下铁头哦，励志啊！我要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写快一点哦，是 a 减 b 分之 a。然后乘上 c 减 a 分之一，加上来快抄，乘上 a 减 b 分之一，加上 c 减 a 分之 c， 乘上 b 减 c
同学，你想到这里，大概有办法了。是从通分哦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我们看一下 ，A 减 B C 减 A，B 减 C，A 减 B，C 减 A，B 减 C， 是不是各缺一项？它缺什么？就是它缺 B 减 C， 它缺什么？是 C 减 A， 它缺什么？是 A 减 B， 啊，它缺什么？女朋友哦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八合 B。哎，谁合？我合。啊，这很贱哎，干，我真的。丢力龙魔哎，干！好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下哦，来喽。这个缺项，我们把 B 减 C 的项，然后加上缺一个 B 倍的C 减 A 的项，再加上一个 C 倍的A 减 B 的项，分母都是什么 ？A 减 B， 然后 B 减 C，C 减 A， 好不好？你要相信它一定很漂亮。来 ，A B，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减 A B， 是不是就抵消了？可以吗？再来一个，减 A C， 找一个加 A C， 哎，加 C A， 是不是又抵消了？可以吗？还有嘞 ，B C， 这里是又减一个 B C， 同学，不论分母多丑，分子都是多少？零，所以答案一定是什么 ？S 的零次方，那就是一，所以这题答案是一。你知道吗？这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你知道是什么启示吗？它很丑，对不对？答案很漂亮，叫一。好，那以后看到这个，你以为我开玩笑吗？来，我们带你看一个例题哦。这个不够丑，找一个丑一点。哎，这个丑不丑？我还没看答案哦。我猜是一，看，哦，没有面子，好不好？越丑越善良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你要再讲讲吗？还有一分钟哎，一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打三次炮。第三同学，这个，对，第三你们自己看一下啊，第三自己看一下，嗯。来，同学，我们讲乘法公式。乘法公式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你在做乘法公式的时候，你要记得 a 的 x 次方加 a 的负 x 次方等于这件事情。然后，这个第六页，a 的 a 乘上 a 的负 x 次方等于这件事情。那，容易？哦，没有关系，一样，因为我有改版。哦，来，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四。例四，同学，我们把这例四看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基本上来说本质类似哦。x 的二分之一加 x 的二分之负一等于三，那第一小题怎么算？同学，你看了一跟二分之一它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两倍？这里是不是也两倍？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平方关系，可以吗？两倍，所以说 x 的一次方加上 x 的负一次方，这题很快哦，它就是 x 的二分之一次方加上 x 二分之负一次方的平方。同学，你这里展开来就 a 的平方，有一个 b 的平方，可是这里是有 2ab， 所以要减掉两倍的 ab。看得懂吗，同学？这可以哈 ，a 加 b 的平方有多的 2ab， 因为你要的只有平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算的结果哦，多了再减掉，那这两项乘完是几？一个是加了，一个是负的，相乘次方加加2的零次方，不是 x 的零次方等于一，所以它要变成了3的平方再减2，叫做7，这样可以吗？同学，下一题要不要讲？还是给你们下课？好，下课，那就这样。这里更赞也少。哎，同学，这个下一题的话是乘法公式哦。
那我应该会，我不讲，不要讲，下课下课，还是不要下课？你觉得我要不要讲？严嵩，赶快。不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再讲讲，不要讲。再说，我怕时间太久，算了，给你们下课。这你把它拆开来啊，这不是二根号，对啊，这算啊，这没差，这不是二根号了，还是问我答案对不对？问我答案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算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个我是，你看啊，这个是。Thank you.